必须的，能砍，直接对半砍。那这个白色的，嗯，我喜欢穿白色的。穿白色的，有没有人帮你洗哦？没人洗，我就自己洗一洗。洗不洗得干净哦？嗯，可以。拿去试一下。嗯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小了？啊？有点小，有没有再大点号的？那最大的嘞。最大的是吧？啊，那我看最大的。这一个呢？都感觉好像小小的呢。是啊，它最大号了都是。难搞哦。啊、这也可以吧？嗯，那就让他试一个。嗯。这个呢？怎么我都感觉到小的呢？啊、小的吗？这还在小吗？哎，长那么大个。还要大的。长那么大个干嘛？大的是吧？嗯，长得大个的连买衣服都难买。嗯。嗯，这件差不多，这件宽松一点。这件差不多是吧？那就买这一件。嗯，什么？这还有一个大的，一个这个宽的，试一下这个。好，试一下。这件看一下。嗯，这件也可以啊。可以哈。那就拿这两件。嗯。买两件衣服，未来好出两门。老妈的鞋子不防滑了，给她买个那个防滑鞋的，小凉鞋，防滑的。防滑的凉鞋。对。要多大的？二十。四一的。你要这一号的吧？啊？这一号的防滑。还有这一种。这不是。是拖鞋那号的拖鞋。拖鞋都这一种。啥子呢？出门搁家都管啥溜子多这儿，整个。在那儿皮吧。哇，老板这煮的豆角好香哦。啊。嗯，这还有辣椒炒肉。这样好看吗？这样的，好看呢、啊，啊，好看呢、啊，好看吗、啊？嗯，绝对漂亮。行，那就拿这个吧。多大的？那四一的吧。不是在那看的生意，你都没有下午的。小伙子，刚给你六十，你给我三十的，俺这你买双冬天脚那些的十五块钱的，你买双是这些的。你要管他了，我最低都六十的，五十五块钱，也不跟你说了，这有质量问题。先说不会开胶，这上线的，嗯，你穿个三年两年没问题，你都可以试，你准备好，准得很，这试衣的是吧？嗯，不给你下午的，本身拖大号的鞋我都贵，找点码。我买辆那个防滑的，因为他那个鞋太防滑了，过两天我们就出去了，不放心，所以他买个防滑鞋给他。大哥，你砍价也挺厉害的哦。必须的，要猛砍，直接对半砍。啊，要猛砍，因为我们这边哈虚度比较大啊，知道吗？看一点，是吧？可以这边安一个监控，因为老妈经常性的不带手机，打几个电话也找不到人。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经常给老妈打电话都找不到人，我都后来我就不打了、嗯，我就只给老爸打。但是现在安监控之后，可以随时可以看他们。对。然后这样的话还可以带语音的啊，语音的，还能给他对话一下。对。不然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他只要哈手机没有放在手里面，打电话。从来都找不到他，除非是晚上睡觉了哈、嗯，他会拿着手机看一下，他还能找到他人，不然找不到。对，就是老爸经常带手机，老妈就是，嗯，不带手机，经常就在外面村庄里面和几个就是叔叔阿姨们，然后打个扑克牌啦，吹吹牛啦，就这样哈，经常不带手机，这样安的话比较方便一点，如果找妈好找一点，对对吧？安好了。你说话，莫大，听见没？听见了吗？莫大，嗯，大毛在那包饺子呢。包饺子呢？嗯，我操，哦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妈，你怎么一个人在那包饺子，也不出来一下？我包的饺子没好吃啊。好的，我要洗下手，我开始包，我们一起包。哥，嗯，你的包饺子技术现在可以啊。这都是老妈教的。妈妈教的。对，咱们家也没有地，不是没有地。那我不是地上，我是哥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不是，口误口误口误。嗯，也没有妹妹，也没姐姐。小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还小，老妈天天做饭都是让我
做饭。我在怀疑你会不会做饭，那会为什么到现在连煮个菜都煮不出来？我煮的是河南饭，都是普通的家常饭。以后我跟大家网友也都在讲，建议大哥以后多动手学一下炒菜干嘛的。你女朋友是广东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学一下以后怎么办？我做的是家常菜。说的是我知道你做了家，以后要多动手学一下。好的。你女朋友是广东的，不然怎么办？天天让人家煮给你吃，你也要偶尔煮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啊？我有煮了，吃不习惯。以后再学着煮菜喝。好的，你不然以后这你自己咋弄的？你我说啊，天天走南闯北的，煮个菜都不会煮是吧？那我有亲妹妹煮的，有阿庆煮的，你咋弄的？以后我向他们多学习一下。多，其实我跟你讲哈，嗯，多学一点煮，网上啥都有，知道吧？嗯。包的还有模有样的啊！这老妈教的都是一级。看看广西靓仔怎么包的。看看广西的饺子啊！还挺好看啊！不错不错。